宇宙最强甄子丹带领熊黛林、吴千语、林家栋、谭耀文、陈国坤等3月18日现身香港国际影视展，为新片《叶问4》宣传。还记得熊黛林在片子饰演叶问老婆的角色，在《叶问3》的时候已经去世了。这一集她惊喜的出演，大家都在猜她是不是顶着孕肚客串。当然，甄子丹跟熊黛林坚持说要到影院看了才知道。哎，我还记得我跟她对戏的时候，第二集呢，她里面怀孕嘛，然后她走路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啊？第二集。第二集的时候，然后导演就老说，哎，你别好像走 T 台一样啊，你现在是怀孕嘛，你别走起来那么轻飘飘的感觉，好像。一点都没有东西在里面这样子。我相信他现在完全可以体验到。对。而且我现在也会知道，一个会照顾孕妇的男人是多么的伟大。啊，谢谢你告诉我老婆，你跟我老婆说。因为当时第二集的时候，子丹帮我按脚的时候，我是不太能体会到一个好先生、好爸爸是怎么样的。然后现在我知道了，他真的是很伟大的。也不是伟大，真的，他吹捧这个你教坏你老公啊，千万不要那么宠他。其实是我们男人应该做的。你太太那么辛苦的去怀着胎那么好辛苦又重，然后你男人的其实。哎，没得比较的。另外，叶问四除了沿用了导演叶伟信之外，还找到了最强武术指导袁和平加盟。不过甄子丹自己透露，他是在开拍前两天才收到的剧本，这是否有点仓促了？我觉得不会的，因为我觉得观众首先当然很感谢，很感激观众那么多年来支持我扮演这个人物。这个叶问的电影系列在我的职业生涯也陪着我走了11年，那么我不认为观众想看到我不同的演叶问的演绎的方向方法，所以我不担心在演叶问这个人物的精准度，反而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导演有一个默契，就是怎么把最真实的叶问在这个故事遇到的当时的他的心态、他的状态，把他最真实的那一面把它表现出来。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最后的一秒，然后根据这个故事的情节去表演。另外，出品人黄百鸣在发布会上也表示，《叶问4》是整个叶问系列的终结篇，这一集不看的话，以后就没得看了。当年因为叶问首次的成为顶级影星的甄子丹，会不会觉得分外可惜呢？我觉得，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有它有一个段落，最美好的东西，它都会有一天的一颗的休息。但是不代表，不是一件好事。然后我不认为电影是说的那么怎么说那么伤感，唔系即系冇讲得咁绝啊，即系没有说那么绝了。我觉得就看市场的反应呢。我觉得电影的想象空间可以很多的，可能。下一集可以很多熊黛林再出现的，这个电影的东西还是留给观众的需求吧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